新疆最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小废柴星星最近要开始，就是星星之前不是特别喜欢看那种小，就是那种小说那种神仙什么的嘛，他打算给我们俩写一本小说。一天只写十个字的那种，一天只写十个字那种，哇，这个写到我死的那一天，估计都写不完。我是什么神仙？你是，就是战神吧？啊？战神。战神？那你呢？蠢神。走开！你是蠢神吗？哦，不对，这是在 B 站。哦，我觉得星星就很适合做蠢神。我不是，我是那个，我是镜花水月神。我星星说，我妈拍照技术比我还好，比你好多了。就你知道妈妈给我们俩拍照片吗？就是可以把180和184拍成190和2米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特别会拍。全部拿去黑喂狗。让你拍的时候，你就会把1米8拍成1米6。你俩过吧。不行，我要跟哥哥过。哎，别讲，我不想要妈妈。Hello，姓猫。我不想要妈妈，我想要爸爸。他打死应该也没想到。哥你好厉害。厉害啥？还输360呢。太惨了，这个人。这个人怎么一根筋呢？他就不能换着拍？我的妈，这边应该哇。哦，20000多的那个人。别生气，不就是个海底捞月吗？谁没见过呀？虽然我没有捞过，我见过。别生气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好吗？咱们还是很厉害的。他要是不海底捞月，他赢了多少呀？气死了！哎呀，没事，为什么咱最后还是没有干过他？没事，他都已经赢了10几张牌了，他还在那里不停的赢。没事，继续吧，你没事儿，都是小事儿，过不过过去？哎，欢乐豆过多了，咱学欢乐豆又过多了，血赚，就玩这个就行。好，哎，咱刚直播的时候，你可喜欢这首歌了？我现在也喜欢，我这个人就是那种从一而终，然后越听越喜欢的那种，这叫日久生情啊，绝对不会喜新厌旧。只要现在早上不要再对我强制执行就好了，我就谢谢你。哎呦，干嘛？这叫起床服务。你说我怎么欠欠的呢？我就觉得我这个人老是欠欠的。
范博文，范博文怎么可以那么做事情呢？嗯，我也觉得明明是特别的强。哎，咱刚直播的时候，你可喜欢这首歌了。我现在也喜欢，我这个人就是那种从一而终，然后越听越喜欢的那种，这叫日久生情啊，绝对不会喜新厌旧。只要现在早上不要再对我强制执行就好了，我就谢谢你。哎呦，干嘛？这叫起床服务。下回稍微再来，稍微再来。我的想象，给我怎么了？哇，牛！哥，我觉得我待会儿还能再怎么？可以自摸一个六万。都带星星出去玩，已经很多带他出去玩了。现在睡得也不是特别好，每天晚上也会做噩梦，但是呢我白天已经想不起来晚上做的什么噩梦了。就原来还能记得起来晚上做的是什么噩梦，但是现在白天起床都想不起来了，但是能感觉到自己做梦了，然后晚上也都会起夜。起夜？起夜那是憋的。不是，就是吓醒的。想爱上一个安静。哥，咱们不是翻倍的对吧？不是。不是，那我打二百，我要打对对清一色糊糊。你俩昨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上还在广州话？是他的广州话。给我碰一个一万吧，好不好？不过星星最近已经连着做了好多好多天的噩梦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，哎，怎么的？哥哥给不了你安全感了，啊？不想活，我想碰。所有的烦死了，胡吧。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其实只胡四张，也不想胡。给我怎么了？哇，牛！哥，我觉得我待会儿还能再自摸，可以自摸一个六万。都带星星出去玩，已经很多带他出去玩了。星星用袋子装点米，然后挂在床头，好像不太管用。香。你跟我说晚安吧，你跟我说晚